AMSAMOTION 的 Modbus 模块参数怎么配置？拿这个碗口的 I/O 把模块来演示一下。官网先下载对应的配置工具，打开配置工具，接口型号选择 TCP 加，产品类别选择8入8出，模块地址默认的是1号站，模块的 IP 地址是 1.12， 端口号是 502， 点击开始扫描，连接成功。 在这里，你可以修改它的网络参数。这是修改模块的账号地址。这里可以修改串口的参数，这里可以修改串口的模式，串口的通讯模式有这些供你选择。下面来测试一下，在配置工具上把输出都接通，模块的输出就亮了。这边是监控输入状态，这一块是模拟量的设置或者监控。 关注我，大白话讲公控，一听就懂。